如果您已年满50岁，近期可能有收到邀请您完成 FIT 检查的国家长病筛检计划邀请函。此项检查将查验排泄物中肉眼不可见的血迹。您可以自主选择参加检查，然而我们强烈建议您参加，因为检查流程快捷方便，能使肠癌致死风险至少降低 25%。 完成检查步骤如下。第一步，复核标签。检查包含附有您个人资料的标签，请检查个人资料是否正确。第二步，采集排泄物。您需要采集自己的排泄物，样本不能沾到马桶用水。为您推荐以下几种取便方法：把保鲜膜铺在马桶盖上，使用干净的空容器，比如装葡萄的塑料盒或外卖打包盒，手里拿一些叠好的卫生纸。您也可以把手套或塑料袋套在手上。第三步，采集样本。逆时针拧开取样管的盖子，取出化验棒后，使用化验棒的末端顺着排泄物刮擦。您只需要提取少量样本。第四步，存放样本。完成取样后，请把取样棒放入试管中，正确封闭试管时会发出嘎哒声。把试管放入专供塑料袋里。第五步，洗手。第六步，邮寄您的样本。最后，把您的化验袋放入预付邮资信封中再寄出。采样完成，您将于2周内收到随附化验结果的信函。